这谁的小猪？我的。这个小猪呢？就当被猫一下。这么厚？这么厚？小猪家里有而已。好死，很爽，很滑的。那你要直接欠我一个 GP 哦。你又不罚我。帮你看见新世界。真的，我而且我昨天后来之后再练，好用。我会用。哎，你这只会转第一吗？我吗？不会。你就保持。是吧？那你不练第一？懒得练。这练要花钱啊。超强。哎，我大师刚好直接玩。大师。最辛苦，大学最辛苦，大一、大三、大一、大二。那就没时间了。我明天暑假可能会去那个台中实习。明年？对啊，明年暑假两个月都要实习了。过来让我干。干你妹！你可以住。你刚加入。你可以住我房间。可是我屁股还要贴，要贴东西。你可以住隔壁啊，白熊。隔壁还有空房。啊，这个好奇葩。看下午的图就很色，他都没救。他帮我改那个化妆图，就帮你把他姐姐出来。恭喜！啊，那姐姐出了。你要不要用我的？我的比较正常。下午你放什么东西看？就是、要啊，正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他还有 B H 变那个全裸的。哇，真棒！你要不要用我的、啊？我的真的比较正常。可以啊，下午好不好？有没有有风球？快给我！我没有。没有有风球、哦，太可以了。我有金锁的。金锁的有屁用、哦！啊，出来了金锁的。哎、欸，靠死神不慌。挑战者金锁的。白痴。废啊！废。要出剑。他在靠前中，他好硬，他好硬哦，他好坦哦，金锁德都出来了，我的那个吸魔量跟死神魔量太扯了，我上差个三下魔就满了，超夸张。死神蛮认识的，他打吗？我们都蛮等，不是吗？这不用打，都蛮等，都蛮等，我不想打。不要打！哎、欸，他死掉了，死掉了！我刚才想到，刚刚怎么听到艾索死掉的声音？打吗？不要！哎、欸，金锁都死掉了，声音吗？有啊，有啊，他死掉了，艾索死掉的声音。啊，好浪费哦！浪费什么？很早就要放了。再要一次。好浪费哦，金锁都没了。你要前面就要放好不好？让他出来打。打屁用、哦！我会欺负金锁的嘞。反正很多啊，就一直换。为什么金锁都死掉了声音？就爱手则挂掉这个，对啊，就爱手挂掉这个，你要很坦，很坦，坦克，就跟他这样子啊，哇，好爽，我要等你射哎、欸，自己转角哎，你在转角射，
啦。A 加五啊！我昨天仔细看这张图，发现它有漏。漏，就是它不是，它点有遮到，可是有一点没有遮到。懂吗？加五都用，加五快点把图寄给我。看他自己把那个图用出来了，我叫这只超猛哦！加五快寄！我操，巴克，这超猛啊！这么凶哦！巴克出来，我自己的音乐怎么这么好听？哎，巴克怪小屁孩，看来队友都在下了。好巴克哎、欸！对啊，你的巴克。然后在后面，让他瞬移了。没了，干好笨，图都没了，超废。哇，还有海胆！巴克哪有我这只？对不对 ？F 级巴克哪有我们这只？嘿嘿，巴克比较硬啊，他没有硬子。副本有啊。副本有吧、啊。就是艾尔应该跟上，就是他把排行前几名那个每个职业的换成 NPC。两个方块出。快点给我个技能。哎，你不要放招啊，这很色。高分啊，你不要放嘛。他不是放到那个拳头姐姐在我面前吗？那你把队友勾掉不就好了吗？不要，不要，爱看又爱惜。他竟然白来说什么、啊？给错了。加五块寄给我。啊？他挂、啊，我的怒火，我的怒火，没了。翘臀姐姐，这是真的很骚哎！加五根本不用看一遍啊，他一直按姐姐就好了。难怪他每次都死的不行。干我觉醒没有了，你喝分。干那只鸟好丑、哦，徐天啊！回避回避回避！干你喝羽毛，当然回避啊！好猛！卡住了！快！我要一直上叉叉，快！快出去！
之上他就赢了。我屁呀、啊！干滚啊！干滚啊！我还有两杯。龙岩，你要吗？我可以给你，我还有两杯。好好哦，我有米色的。我要，那我要，那我要。米色，给你啊！我还有两个。我这是缺龙岩。我还有米色。我想做那个米色的德拉装，拿来当副本装。好呀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很难洗素食啊？就全部洗暴击就好。不是啊，因为顶多就让他们加七耶。我想，副本装，副本装应该就不用再让他们到加九。对啊。没差，就副本，你就全部洗，全部就破坏就好了，没差了。应该也不用破坏，暴击洗就可以了。对啊。我有，对啊，我可以让他们加七。这样要几个啊？可是大龙呀，我这个。这样巨龙祭坛的硬币要很多。S 在哪里？我接你了。给这个。那这刚好缺龙鸟。好，谢谢。好了。好了，好了。乌兰要打。要到一轮了，拿硬币也好。耶，我今天有硬，今天有，超爽。我今天也有啊。不是五哥，昨天的，哦，超爽超爽。我的秘密原石全部被拉走了，一亿多哎！全部被拉走了，我的天！全部被拉走了，好吧。哇！所以，我刚给你的那些原物料里面，其实应该也破亿了。超过很多，是假的。你下集一个赚五十万就好了，那就两亿了。靠呗。然后还有终极跟上限。对，终极一个60万，上级一个大概700，你加起来大概，上级这么贵啊？上级比较贵啊。就有价差了。上集刚出来一个两三千万。我知道我也要当保龄。真的，当保龄可以赚钱。这样赚钱。我觉得金币让你变变坏。对，金币会变很坏。靠金币也可以赚。
转值多少？三十多？五十块。应该转了。哪一个？他说转值。我就靠之前活动送的。结果我转错了。我原本是这样子。但能拆装会比送装还要快。我觉得太累了，当时。反正想说我用这样的，我应该也充不到加十。哇，运气也是要花钱买守护石的。哇，就算。可是运气变好，几率变大一点，你也看不出来几率大在哪里。对啊。老猎人怎么升的？就一直打。打副本就可以。打副本打箱子，主要打箱子，那个箱子要打。我是建议你一定要有一只宠物。对啊。然后你的包包最好要有破费，因为它材料分很多。材料等下扣什么？我还是先接的。靠背，我一发这也太痛。哇！哇！很爆！回避，那。姜文耍废啊！因为他根本碰不到啊！哦，好痛啊！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偷装打西亚了？啊？就拿着科宝打西亚。可是我这边没有科宝啊。那可以去哪？可以去买四等武器。我每次都这个。我为什么每次都有？你们是在干？你们是在干什么？还不是我组。我都没说话了。突破盲点。我要转职。好像都没有宝箱。有吧？转职。有吧？我有打到那个，啊、我有打到上级。没什么，就没什么宝箱。我下级15个，中级6，就重给你之后就重打副本到什么？不行，你怎么突然想要帮职业做流刷？进来啊！哦，你看他无敌骗我，骗我！哎、欸，我要那个，快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快按那个叫什么反彩，快！哦，你要卡他哦。不是，你可以斜着打副本。斜着打副本。对，你的视角变斜着。真假的？真的，在刚刚那里斜着打副本。就跟那个希望条一样。对，一样意思。你可以斜着打副本，可是你会很。是。好白痴哦！哇，这招不是。就你等等过船点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这样子。就按着，然后过船点。哎，不是过船，就是到下一张船的时候，不是这种镜头。然后你就打本那种。对。然后反坦按着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是的。还有意义。认反。可这样子画面变很宽，还不错、啊。哦，我知道，就像这样子，对，这个画面。可是你按左右的时候会一直晃，干，好晕哦。
好晕啊！救命啊！好晕啊！我过不去。好的，试试看。这边可以吗？这边可以吗？这里可以，可以。好像在这边有。有，看好烦哦，很晕哦，又还好，再一次反转就回来，还好青蛙三 D 不晕，昂姐可能会晕，你不觉得我很无聊吗？怎么发现这个东西？当视角比较宽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就打金刚说话，而且比较 3D 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我死定了！我刚看海胆在断膜。啊？我要看海胆习惯断膜。太可怕了。好，接我去啊！快过来。这回来。等下小阿金喝水之后就一起转就好了，对吧？我重复的是哇，好方便啊，哈哈哈哈哈！然后装备给他吃，开箱子。他的宠物还是装。我刚好累着，刚水箭喷太多，好累着。耶、yeah, ，大鬼机就是很好听的歌，我忘记叫平台跟啊，他不会跟的，超费。耶、yeah, ，摩托多。这关很长哎，冲啊！对啊，很长，所以才要这样。哦、好美啊！被推走了。嗯，平台跟
我不会平台的，我一直都不会，我林柱不会跟帖，不会跳蚤，屁呀，不会跳蚤，不会跳蚤啊，看不出来，我不知道是我键盘问题还是我的手机问题吧，我是键盘问题，跳蚤是基本，我不会，跟我不会，我真的不会啊。我反而会一些什么折板压压刀啊，然后什么一堆。可是连续压没有人会，很少人会啊。我会啊。但是你啊。你看我那条线还在这里。连续折板、连续压，然后 B 跳那些啊，或者这些。哇，好宽呢、啊。上面。等一下，让我回来。自从我有了死神之后，我的 F 十声音一直都出不来，太多爆音啊！就这爆了，干爆了！哎屁啦，你这一场怎么回事？这个我已经有了呀。你这一轮太爽了啦，为什么？那个300块，300块就有了吧？抽到这种东西，300块，对，现在是300万，没有三百块，黄金是大面啦，看过300块，300块什么？一滴金啊，要300一滴，300一滴的，真的假？有卖300块，300台币。一滴啊，当然一滴啊，看这不用钱了吧？现在最值钱是龙牙，其他的不值钱。300一滴，还有老爸的那个老爸的钟，我都会有很多。那张快打完，我要去吃饭。啊，上厕所。要上。我肚子痛。给我那张，我就爽死。对啊，我只要掉左四就好。对，什么视频的，这关视频都不要，武器也不要，左四就好了，左四就好了，要左四，要左四，这片我也要，我打那么久是掉过手套了，我从来没有掉过，打过一半就掉一个手套，就掉过去。我要玩那个祝福的最极者之锤，拜托掉上一，我要上下一，我要下一，我要下一。下一上一都可以，哎、欸，金色的，上一给你，下一给我，讨厌，从来没掉过东西。哎、欸，你看金色的，你有看到吗？哪一个？最极者之魂。什么？哪里？等一下我打怪，你们看。我看到了，一条一条。好恐怖！好多东西在喷哦，等一下我魔魔好快。现在是那个吧，解烧力数用连续积分数了。然后魔魂好快啊，这比塞拉皮还快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塞拉皮剩30罐，还喝完。哇，你看我的魔，你看我的魔。你在穿超越者会更快，超越者会比没不差那一点的、啊，六差也可以直接回一把。我飞不下。你看我回魔。我丢完怒火之后，我魔还有240魔力。
这关不是本身就会回魔比较快吗？啊？这关回魔不是本身比较快一点？不知道啊，有点扯。你看我现在丢300嘛。痛魔，痛魔，哇哇哇！一直跳，一直跳。你知道被三人抓到的时候不要放开吗？就让他抓着。他会回魔会超快的。对啊，回魔会很快，是不是让他抓？我的魔，我的魔，我的魔！我很讨厌这关的怪，都会一直黑霸，超烦。我比较讨厌这一只，这只我都是砸风球直接秒他，直接敲到就断，就没办法了。我发现我切那个也会触发，我切镜面也会触发。导弹一直在触发他黑霸吧？该有人武功有人施展了！我靠！哇，超猛！学你呢，会长、啊。那东西居然看，居然会看广。哎、欸，能上！超屌！太扯！花了多少？施展是能干嘛？能做什么？这个啊。那个灵药啊，就那个追击者那个死的，是的吗？知道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在巴哈已经有看到有人拖那个，那他应该不是。那我还七等而已。然后我可以开始当你的材料商。可以，对对对，这是需要合作的。可是羽毛你可以用很久啊，90块。我可以玩其他的啊。也是啊。还有很多次没有关系。对啊，我有一堆，我有一堆角色可以玩。好多的。我两页。好吧，那你就当我材料上。别忘了修罗要输，我要开始控制玩家。我今天跑去练一次创造，结果今天刚玩就27的。快，你那么快？一天就27耶。我不知道啊，对啊，之前我也是，我不是等到22，对啊，以前就等到22啊，今天刚玩就27耶，超猛，死神加一速刷肯定，怎么样？内有加十，他加十，一颗一颗就上，一颗两颗，啊，他无聊点一颗就上了，看我的魔，看我的魔，看我的魔，啊，好恶啊！哎、欸，你看非凡丢去，再看一次我的魔。快了，跳，满了！哦，快满了，快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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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满了。OK， 攻击。屁啊！哎、欸，好猛哦，真的不用喝水。我以前超级烧水，现在都不喝水。Yeah.
又伤害又有死神，要不选不选？本身就是 AM。论伤害有伤害，论回魔有回魔，论爽度有爽度，但是就是会他妈被干。哪一个雷包啊？好强啊！哪一个雷包那么晚撞？一定是加油。他刚穿裤子。他在用卫生纸。下回记得等下你那个照片寄给我。我接给你就好了。谢谢。欸，可以让我自己进去玩。我已经进去玩超技了。就你哦，拜拜。我要进去玩。进去玩超技啊，就放超技出来。我进去开坐。因为我在里面练更子。我要剪那个。哎，不行，你要进来看，我在里面练更子。那进去玩超技好了。我要那个随便。等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痛！他们很痛吗？他们很痛吗？他们等，不会倒，不会倒，痛！不能继续练跟铁军，我干什么突然我要问我？你搞战魔啊？对啊，我战魔。好痛！我曾经一直以为三人是拿来回魔，直到我被你打。需要回血，哎呀，回血！就丢个石板出去就好，捡回来。没有，你看，我真的霸气。你到底在被打？在被打死。我发现。末世物打了你会触发那个欸，也会触发灵药欸，干会触发欸，好猛哦，很随便，靠结束有飞盘是披萨，来面对整个副本里面最弱的怪物，我觉得那个霸体怪物比较强，前面的霸体怪都比较强，他霸体怪有个狗，动不动就霸体，这只是沙包而已，很会动。哇，晕头！裤子啊！上衣！下衣！哪有？翅膀。翅膀废干，翅膀也不错的，翅膀特便宜，翅膀一几百万就有，翅膀我送你啊，翅膀给我，要，干怎么是这个？谁要翅膀？我要啊，你是谁？不要钱，喂，滚，啊，我进去了，废物，没按到，啊？欸，你进来了，另外有人进去。我要可爱的翅膀。放我要出门。你是 Candy 吗？没有，我要出去买晚餐跟。你自己寄点我吧。我要出去买晚餐跟送洗衣服啊，你电脑就给我。好，拜拜。点我。从来没拿过上衣。视频满了，等我一下。飞机。好啦，不是还有个眼镜你要吗？眼镜不用，我有。
啊，谢谢你啊！给我翅膀干嘛啦？公布栏有艾索雨衣跟艾索裙。有人可以帮忙做那个吗？下衣吗？艾索雨衣。真假的？我要看。真假的？应该贵，应该贵死了吧？连身装。连身装。真的有。啊？真的哎，黄色的。这样多少？六亿。六零啊，六零金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，这个。耶，上厕所。不过我玩艾索的话，我也。玩什么？艾索鱼150金。31.78，哎、欸，你宝物点几啊？我吗？对啊。我六等而已啊。六等60吧。F10，他是很嫩。好了，我现在2亿了。2亿，两亿四。哎、欸，这么赚的、哦，我也想赚，怎么办？好赚，超赚。是有打很多吗？还是打一点？还好。